你没事吧？我扶你起来，阿曼达。 收下这个，忘了昨晚。就是这样。 昨天我本来他答应了。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厉仲谋他昨天亲口告诉我，他接受法院的调解方案，不再上诉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以后我每周都可以看到彤彤了，所以我要努力工作。 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。啊，走了。